即使三二一，唱首歌送你哆来咪。青春是我的加速器，再加上你就敢无敌。我全副武装迎接你，神功护体，请别担心。如果你发现我心中的秘密，是意外或惊喜，微笑填满全集，试探我们距离。因为遇见你，烦恼被治愈，告白回应都很默契。当靠近你，靠近你，贴着你，贴着你，一加一等于一。我要一张魔力，那你的名字在我心里会马上有力气。哦，我和你，我和你，像苹果和吸引力，让祝福来亲吻大地。心有一些问题，拆盲盒的好戏，每次惊喜都会动心，因为你。张姐，张姐，你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他张姐要走吗？张姐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收拾东西？收拾了。张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，你在同情我？我不是。你想急我走，大可不必这么麻烦，让人事安排我走就是了。为什么临走还要栽赃我一个罪名？我不就是使唤你去取了一个 U 盘吗？怎么，你是小顾总的女朋友，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得了？你就算再讨厌我，也没有必要牺牲顾氏的利益吧？我没有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需要。让开。大家伙，你们都弄完了吗？马上，你们抓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好。嗯。昨天晚上那戏你看了没有？我跟你们一起吧，我也坐公交。我们四个拼车和你恐怕不太顺路。快走吧。先走了。静静，关于大厅设计的一些问题，我要和你聊聊。哦。好。怎么？还在为张婷的离开胡思乱想啊？张婷的离开是因为她有了新的工作机会，这是她的选择，和你没有关系。晚上和小顾总有约吗？公司出了这样的岔子，他应该会忙到很晚。那不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换换心情，怎么样？宝宝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宝宝怎么这么多红包啊？喏，大学同学，巷子里的邻居，还有我表妹，最近都要结婚了，那这红包不得提前准备着呀？这么多啊？对呀，你说咱们现在都是适婚年龄，这该结的呀他都结了。哎，我这个月啊也收到好几个红色炸弹。嗯，这个月的工资全随份子了，有去无回，特别可怕。嗯，有去无回。回你怎么
宝宝，要不我给你做饭吃吧。我先去做饭啊。新产品给我看啊，跟我说设计棒极了。我一看，这不是我的设计吗？我就像个傻子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我的朋友。关于这次设计稿泄露的事情，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不过眼下还需要您帮忙。小姐，您的饮料。谢谢。先生，您的酒。谢谢。怎么突然带我来这个地方啊？学设计这么多年，每次只要碰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就会习惯性的来这儿喝两杯。怎么，还在为公司的事情烦心啊？所以，你进故事集团设计部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做我喜欢的设计工作呀。设计图是你给戴萌的？不是我，连你也怀疑我。那既然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说什么呢？你就那么在意别人的目光啊？还是说，难道你进入职场就是为了来交朋友的？你呢，要知道，你永远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完美无缺的。只有能够及时从别人的闲言碎语中抽离出来，这样啊，才是职场最佳的打开方式。来，陪我喝一个。这俗话说，没有什么是跟朋友喝酒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。这样呢，才能更加开心的工作，才能离你的设计师梦想更进一步。哎，喂，希特。啊。那个静静没跟艾米在一块吗？没有啊，我和艾米两个人在家呢。打静静电话呢？联系不上啊，这么晚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也不知道人在哪儿。哦，那我让艾米也联系一下看看。哎，行吧，先这样吧。睡啊！你这么晚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也接不通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对不起啊，手机没电了，我没注意到。我就是下了班跟杜总监去喝了点东西，但是我只喝了饮料，没有喝酒。又是那个杜宇川。你除了工作，你能不能别跟他待在一块儿啊？为什么呀？
我跟他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而且他人挺好的。喂，你没听懂我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我顾荣的女朋友，我不希望你在没有必要的时候跟别的男人待在一块儿。你吃醋啦？吃我哪是吃醋啊？你笑什么呀？你这不是吃醋是什么？难不成我做了你顾荣的女朋友，就只能围着你转吗？最近公司事情那么多，同事们还都排挤我。杜总监他人挺好的，他还鼓励我来着。同事们排挤你了？对呀，再加上今天那个张婷还离职了，我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张婷离职了？嗯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董事们是不是又难为你了？他们肯定觉得你在包庇我，借这个由头给你压力。没事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你呀，就是爱一个人逞强。今天跟林耀中谈的怎么样？嗯。喂，艾米。晶晶，谢特出轨了。不不不，你别哭，不哭。谢特出轨？我现在在飞林酒店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好好，不哭不哭，我马上到。他，我不放心艾米，我得去一趟。我跟你一块儿吧，走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刚才在电话里说谢特出轨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几天，每天半夜等我睡着，谢特就出去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今天我留了个心眼儿，谁想到我睡着之后，他接了个女人的电话，就说要来飞林酒店。不会吧？他不会背着你出轨吧？他不像这样的人啊！要不是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我也不相信。可这大半夜的，要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理由，谁会跟一个女人来这种地方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好了，如果是真的，我替你出这口恶气啊，我打他满地找牙。但现在不是还没确定呢吗？咱们先去问问啊，问清楚了好不好？嗯，不哭了啊。你好。您好，几位需要办理入住吗？我们来抓，找朋友，朋友。那您的朋友住在几号房间？麻烦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。
我们突然联系不上朋友了，可不可以帮忙查一下一个叫谢特的男的住在哪个房间啊？这，抱歉，这是客人的隐私，我不方便告知。我来找我男朋友，难道不让查吗？好了，抱歉，几位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就请先离开吧。哎呀，咱们先走吧，在这也不是回事儿。再想想办法。这么闹也不是回事儿啊，走吧，慢走。好了，说不定就是一场误会啊。咱们先回家。哎呦，小心，稍等啊。谢特，慢点慢点，怎么喝这么多？谢特，慢点，你给我站住！静静，艾米，渣男，你们怎么了？我只是他的代驾。啊，代驾。啊，没事。没事。你疼不疼？不疼。苏静静，你怎么下手这么重啊？没事儿。那你这还疼吗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吓死我了。好了，没事儿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啊。哎呦，嘿，好了好了。好啦，哎呦，幸好打的不是我。难道说我？这件婚纱我已经买下来了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一个特别的婚礼。你兼职做代驾就是为了这个？也不全是，婚礼只是一个开始，你嫁给我总不能让你受委屈。我都想好了，结婚之后，你的店想开就开，不想开就关了出去散心。但如果你想做女强人的话，那我就陪你一起把艾米的店做成连锁。但是这些都需要有经济基础吗？我这人没什么本事，但我希望我们结婚之后你还能和现在一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没有烦恼。还疼啊？没事。苏静静，你看你把我们谢特都打成什么样了。我刚才帮你说话，你现在袒护他？那我不管。没事儿，不疼。谢特，你好歹也是顾氏集团的总助啊，你就算想攒钱也不至于干代驾吧？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工资给你开少了，还是工作太清闲了？不不不，顾总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攒钱这种事儿，当然是多多益善嘛。不过，你要是真娶了苏静静，最好每天准备一副盔甲，不然不禁揍。哎呀，我本来想着说把你的婚礼都包下来，结果你这样诋毁我们家静静，那就算了吧。说我什么了？别呀，顾总，你和苏静静结婚要是挨揍，我替你挨。
那可不行，我有那么暴力吗？好了，别闹了，既然婚纱都选了，那赶紧选个良辰吉日，把我们的艾米给娶了吧！我要当伴娘。伴娘？好啊，那日子我都已经选好了。日子都选好了？该准备的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现在伴娘有了，就差伴郎了。可以啊，静静是伴娘，那我当然是伴郎了。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合适。谢谢顾总。开心吗？嗯。故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血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要对故事负责任的。对，如果这次设计稿外泄这种事情，顾总你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呢，我建议推迟周年庆，以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更换主题，你们看呢？对，是可以。是，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周年庆不能推迟啊。这顾总的打算是什么呢？我会再去拜访一下连瑶中，恳请他再出一稿设计。据我了解，这个林瑶中性情古怪，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设计师。这次他的设计稿从故事流出，被戴蒙所盗用。如果这次林瑶中不配合我们，怎么办？这怎么配合呢？那我会让他把他的形象授权给咱们，让咱们的设计部再出一稿设计。我们的设计不能行吗？好吧，我们尊重顾总的决定，但是一旦出现差错，顾总啊，你要一力承担。哼，哎，走了，走，哎，走吧，啊，走吧。进来。顾总，顾总，您昨晚和林瑶中谈得不顺利吗？叫上设计部的人过来开会。林瑶中的态度十分强硬，这次和谈失败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呀？难道这次周年庆真的要泡汤了吗？距离周年庆还有一点时间，咱们只能自己出设计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去说服林瑶中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设计部了。杜总监，靠你临危受命。可如果对方不给授权，我们要瞒着林瑶中的话，那不就是冒用他的名字吗？那也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，横竖要和林瑶中对簿公堂，对故事来说没什么区别。那好吧，我尽力一试。
这就是你们交上来的设计图。我们就剩不到一周的时间了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分什么主设计师了，有想法的迅速落实下去，直接看成品，不用来找我过稿了，各自分别出图吧。还愣着干嘛，快去呀。哦，你刚才的图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我看了，这里不错，是个亮点，但其他地方不行。这儿改吧。哎，这么巧，韩然，你怎么也那么晚？我有个稿子要的有点急，你呢？哎，同是天涯加班狗，一言难尽啊。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去喝两杯。哎，楼下新开了间酒吧，喝两杯去。走啊，走。哎，你请客，我请。没走在一起啊？倩倩就是我的妹妹，我们两个太熟了，我对她呀就和对亲妹妹没有区别。哎，我呢吃亏就吃亏在认识静静太晚了，被那个顾荣给捷足先登了。喂，不会吧，你真的喜欢上静静了？怎么，我比不上那个顾荣啊？那倒也不至于，静静不喜欢那些物质的东西，不过有时候啊，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。来来，不仅能够舒筋活络，还可以专治各种情绪不佳。
怎么样，喜欢吗，小顾总？嗯，喜欢。力度还可以吧，小顾总？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师傅让我查岗，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。不过，你可记得在师傅面前说的话，不然早晚还得挨一刀。帮我起来。怎么样，还是我爸的青龙刀厉害吧？那可太厉害了。何主任，我是静静，顾荣现在不方便。哦，静静啊，请带话给顾总，董事长最近身体刚好些，就不听医生的话，乱吃东西，请顾总有空回来劝劝吧，他的话董事长也许能听。好，我会跟他说的。啊，那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是何主任打电话过来说爷爷的事情，我们找个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吧，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爷爷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听何主任说他又乱吃东西，不好好听医生的话。哎，这倔老头真不让人省心，明明知道自己心脏不好还乱吃东西，非得好好说说他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他一块吃螺蛳粉啊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一会儿可千万别跟爷爷说公司的事儿，他身体不能着急，我们得装作若无其事一点。好。嗯。哎。放松一点，像我这样。嗯，嘿。嘿。嗯，再来一下。嘿。走吧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嘿。耶。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爷爷，哎呦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都睡着了。看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，螺蛳粉。Bingo！ 馋这个我好久了，在家养病啊，就是憋得慌，早就该出去吃吃了。我懂你吧？懂我。在家也没耽误您乱吃啊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看看，高油高汤，热量炸弹。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您吃这些东西，您自己三高您不知道吗？你给我放这儿，我都这把岁数了，我现在不吃等我躺进棺材再吃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这么大的时候穷啊，我就馋这口桃酥，馋得掉眼泪都吃不上。现在这好日子过惯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我们老一代的苦。你我知道您辛苦，但您现在的身体不是不允许您吃这些东西吗？您看看您的心脏都打两次桥了，您不能因为嘴馋您就不管不顾啊。我就是没吃死也被你气死了。哎呀，爷爷，您别上火，那要论到吃，顾荣他哪儿懂啊，咱不跟他一般计较。哼，你想想，人呢在这世上就是要吃自己喜欢吃的，要不然多没劲，赚钱有什么意思？对呀。嗯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来，赶紧吃。哎，嗯。
怎么样？嗯，今儿这粉跟以往的有点不太一样啊。那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但还是被爷爷您给发现了。今天的粉啊，跟平时的粉有点不太一样。哦，它是用米粉跟魔芋粉掺拌一起做成了螺蛳粉，口感上会有一点点的差别，但是热量缺了一大截。真的？对呀，现在这种低碳水饮食可流行了，女明星都拿这个当代餐。哦，女明星都吃这个？嗯，那我也吃两口吧。爷爷，哎，嗯，医生说的话呢也确实对，就是高油高糖确实对身体不太好。但是吧，每一顿都吃水煮白菜，那谁能受得了啊？对吧？嗯，对。所以呢，谁说健康的东西就不能好吃？咱们这螺蛳粉不也很健康、很好吃的吗？像这样的东西还好多呢。真的呀？嗯。你要是想吃甜的，咱们有代糖；你要是想吃酥的，有热风烘焙；你要是想吃冰淇淋了，还可以用香蕉来做呢，一点都不糊弄人。哎呦，还是你贴心，你贴心，是吧？嗯，爷爷，嗯，那这些桃酥能不能都给我呀？我最近工作可累了，可忙了，需要这些高热量的来补补能量。嗯，好，都给你，都拿走啊？哎，都拿走。以后啊，想吃什么，到爷爷这儿来啊。嗯。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，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。爱得无法自拔，想跟你浪迹天涯，相信我这是真心话。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，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，总能让人期待有你在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的童话。牵着你，心就回到了家。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。总是不经意，总是不经意，偷偷想起你，偷偷想起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Oh, I love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。总是不经意，偷偷想起你，偷偷想起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一起去憧憬，一路上风景，见证彼此点点滴滴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
忆已经慢慢清晰。